我想他们两个没晒钱。我这里有2000万，我想你都是差不多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就晒back这一盘。好，就跟你赌这一铺。2000万，得就开牌。三条五是怎么赢我啊？哇，你暗恋我都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扬出来啊。这铺牌这样真算点才得啊。你个铺。好，我看你怎么赢我。花够不够打俘虏的？花你都打到我俘虏，那你老豆都变鬼佬了。如果花加条蛇又够打武啊。哎呀，哇，好花筍喎。我老豆何止会变鬼佬，直情可以变做你老母啊。所以生到你隻眼咁老头。点解会咁㗎？我明明捉走你嘅底牌㗎。喂，我一早就知道你可以变走我嘅底牌，所以我一早将隻底牌换咗俾星仔。你变嗰隻只係星仔嘅底牌傾㗎。你两个仆街冚家产！哦，未散工就讲粗口，今次轮到佢冇特异功能嘅瓜啊！乌嘴狗，大君你边？我都冇晒特异功能啦，仲留喺度献世咩？各位，麻烦大家退一退席，我有啲私人嘅事要解决。卑鄙下流，冇深度兼无厘头，教坏晒啲后生仔，败坏社会嘅风气。好在阿叔几廿岁，唔惊你。黄瑞恩，睇嚟你仲冇封到你契爷喎。系啊，不过我比我契爷聪明，佢中咗赌神计，未出公海就杀人。系咪公海？已经系公海啦。咁我而家攞正牌杀人，要佢。幻觉嚟噶，执翻啲枪佢。拎住啊！九妹，我掩护你，你要救刀仔。蓝先